个就是没有叶子的那个树的上面。这是酒后的一大特色，柔佛的特色。看电线杆，高高点的每家都有。看那边更多，看啊，哇，全是电线杆。为什么会有电线杆呢？它其实是棵树，没有叶子。没有了，它是为了收新加坡的电信台。酒后这边高高的电线台。包括电线杆其实就是为了收那个新加坡的台，只有酒后这边才能看到，这就是酒后的特色。榴莲、永平，我们到这个榴莲档，因为榴莲季，来马来西亚一定要吃榴莲，尤其是六月、七月。那永平，我们也来到这个榴莲档。这个榴莲档，你看，这个现在你看，猫山王、黑刺非常好。然后我们在这边呢遇到了一个粉丝，我们等一下去采访他一下。非常非常非常开心啊，今天。好，咱们是榴莲档是您的是吧？嗯。哎呦，这真是特别感谢，感觉好巧啊，能在这儿认识您。对 对, 对。这里是柔佛州永平。啊、哦、永平，对、啊、对。这边的习惯人。中国啊。啊，中国，我北京过来的。北京大城市，你是第二家也 M2H 过来的、啊、对对对，我现在女儿也在这边读书。这里和大致上呢，永平呢都是以福州人读。哦，福州人福州、哦、啊，剩下的福建啊、广东一点啊、潮汕啊，或者是莆田啊，嗯，兴化啦，兴化、嗯、我是其中一个，我是莆田。哦，莆田，我才第二代、啊、哦，所以你爷爷是在中国？没有，我爸爸。你爸？ 我爷爷没有，我爸爸是爸爸从中国过来的，然后您是在这边出生的。哦，我才第二代，我现在儿子才第三代。哦，这样子，哇！我的大家长，我爸爸是日本打仗过后他才过来的。三月份我去云南，很冷。哦，这样子。嗯。OK OK， 那你最还有回中国吗？没有。没有啊、哦，没有。你爸爸呢？爸爸有回吗？爸爸有回很多次，但他现在已经过世了。哦，过世了。OK。那你现在还能找到，比如回到福州还知道找到自己的家在哪里吗？假如说要住找到了，要找能找到了 啊, 啊，有亲戚了。真的要找得到。OK OK OK。我叔叔嘛，就讲那个是我爸爸的哥哥还是弟弟，我叔叔那些啦。啊。应该他们老一辈可能不在的，可能我的堂哥还在啦， okay. 堂哥那些有啦。OK OK OK。现在马来西亚去中国也方便了，免签嘛。一个月，现在改一个月了。我改一个月了啊！你可以多玩一天了，多玩半个月。原来是十五天、嗯，后来新改到一个月了。对对，这样回去方便了，方便了，方便了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而我觉得马来西亚这边特别好，因为马来西亚的华人呢、啊，跟中国还有这个情节，在那里。像泰国。对，泰国已经。同化的，同化的，就马来西亚这边是。这边有上小学的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八十上，你懂了，应该你来这里，你对对对，很难得很难得。这边的华人呢、啊，韩国的祖先是中国人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是的，是的。OK OK， 好，好，谢谢您，祝您身体健康，身体健康。好，谢谢，祝您身体健康。好，谢谢，谢谢你啊，谢谢，谢谢。我帮你尝过了，很美。很美啊，榴莲。快去谁了？尝。这是 D24 是吧？嗯。D24 啊。嗯，这个很好吃，但是没有猫山王黄，但是口感很好。口感不错啊，尝尝。它没有猫山王那么甜。嗯。是吧？是不是很 creamy？ 奶油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到时候给大家发一个这块的地址，欢迎大家来永平吃这里的榴莲。这个榴莲品质非常好，就是它那个干嘛，比较干包啊，它是比较干，它不是那种很湿的那种，很干，越干它就越香，香甜。没比较零食叫出来。最贵的，对对对，最贵的，这个好吃。哦，我拿了一块，这是什么？马来西亚最贵的榴莲啊，黑刺榴莲 ，Black Thorn。哇，你看这个黑刺榴莲，你看，
这上面那个褶褶的，就是它比较干，它没有那么多水分，所以它味道很浓郁哦。这是猫山王的兄弟。黑刺的口感太 creamy 了，是吧？我其实有点。那松刀王呢？怎样？喜欢哪个？我喜欢黑刺。啊。那壶也小。它壶很小。是啊。猫山王的。口感很奶油味，很 creamy。你要吃菜，这不饮就没苍蝇了。嗯，太棒了。啊。马来西亚榴莲季太棒了。啊。嗯，可以，大家都来，大家都来。专业。那葱得分好几次下。我对分三次下，哎，是不是？对，姜得一块一次下，哎，先用那个猪油啊，对，变出油来，是的，然后再下那个瘦肉，哎，然后葱的第一次三分之一下去，跟姜下去，对对，看了吧？看了看了，最后要一些小火慢炖到是酱油分 离，哎，地道是吧？地道。就这意思，大家赶快订阅克里斯的频道，您不会后悔。谢谢您，有趣了。谢谢您，这个介绍马来西亚、海南，哎，很多地方的风土民情，还有好吃的东西。是的，哎，是这样的，吃榴莲呀？不吃，不吃榴莲。榴莲季，榴莲季，来来来，Hello， 看这榴莲。哇，这是什么猫山王啊？真的是猫山王，哇，这是第二次，好棒好棒，太棒了太棒了，T哥多吃点儿，多吃点儿，就是上了这个啊他的网站，哎，才知道这个好吃的，嘿，你瞧瞧，你瞧瞧，忒好了，嘿，太棒了，就是特地要来马来西亚，是的，多吃点，特别好吃，哎呦，你瞧瞧。多吃点，多吃点，多吃点水果。这边水果好。这个里面就没有这些照相真好。谢谢大家看一看。喜欢要订阅哟。